上吃完饭去医院看俺大娘嘞，要不到下午出诊的时候又忙了又顾不得了。刚给俺爹打电话说在山东嘞，今天哎呀没有那么热是吧，风太阳是毒，但是这个风不是这样的，不像前几天的时候闷热闷热。看咱大家这精神头还行，是吧？吃饭不来吃饭不来吃饭不来看今天都是喝多了。你上午的日日的你睡会儿吧，也白天出的上午的日上午日你过来看看呗。你坐着去，我坐车串串坐着日上日。你大娘一直跟你说没事了，你打电话我说没事了没事了，你还累着累着没事了，你在这看看大娘这不爱吃日不爱吃，就让来大娘看看听着挺累的。就是吃啥也爱吃，啥好吃，啥呀？啊，我愿意吃都摘。对，愿意吃就说点吃，就说别找这个。这咱没事了，就要跟你说，咱们一直趁着点活趁的，要趁着啊疼。那天用那腰疼。好好养养吧，养成两回。就是说在这树皮开始了。在树皮。好利索，在树皮。一点时间没有，再回去。再说大连一会儿没水，一会儿能有水。那可不是。俺大娘家这体格还在，还在好里呢，80多了。俺娘一直说要多少多少多少。哦，对。就是啊，一个意思的。啊，是。这得那啥，住一家楼里了，是呗？对。楼里的。医生说也多多多的吧，在这住，你愿意吃饭，我街上吃点菜，今天吃两黄鱼，喝一碗豆腐脑，喝吃一点，那吃也不少，对，好半天呢，喝一杯水。哦，谁知道人家谁说你吃一多？谁知道？说明俺爹没俺爹把你照顾的好出来，出来咋的？吃能吃能吃上才是壮。俺这吃的啦，吃上去了，你说是呗？嗯，是。啊，没管喝点水，伢一直也给我调多喝水。啊，对。没管喝点汤，喝点。这给你买奶来，等我那啥了，半路了喝点奶。哎呦，我买奶，好的，买点水果。别的你在医院里，我说也别的不知道那啥也有，你们在药物啥也不叫往这买两，就往这买条那个买条事儿吃。都是我你在这拿包你大眼睛去了，没人接着吃的，没人接着吃，愿意着你这个，愿意给大家，愿意，是不是每天白眼睛都差的，这个累了，那个没累，这个累了，差是不是看谁累了呗，谁累了呗，滚累了呗，是呗大家，是，大家平时在家里都是待一天不见老天都是都行。行一点，就是都是在一块儿行的，一天儿这么着还都是在这家里住，睡了呢。是，哈哈哈哈哈。行一点，一那啥了，过礼拜六、礼拜天的呢，给带黑药都回去。不巧都在这家里都掉饭，也不嫌麻烦。你看到底你看他们天天你我说，都给这个买点儿吃，那个买点儿吃。我白天睡了呢。哈哈哈哈哈。都白嫌麻烦。回你呀，也不。连你天天都给孩子吃饭不打理啊！啊，都不嫌麻烦，我谁也不嫌累麻烦。这孩子一天干着，我都不嫌麻烦。我也叫你亲着就是这是要。你俩你拿份不拿份儿，你大娘行的很，也都给你亲的。过来收拾收拾不了，关心的。这一会儿吃的，你拿个小东西。那也比不。俺刚吃完饭的，俺刚吃完饭，俺搁这吃完饭，味儿都没刷，搁这回去了，快收拾。给你吃，吃吃一个。给吃完那就吃完不能坏了，不能放了，一放都吃那了，一放都坏，都再放都坏，快吃。
这么直直的直接被葡萄套啥也不用买。你叫俺大娘提盘子没事了，你看人家人那啥能吃也。你这成天出点风了，晒得很。俺在这山边还得吹着拉我下水。你大娘我是你。哦，你看我愿意过来看你了。嗯，等我那啥了，给你这么这扎点牙签肉，你看你给你送的。这上午的吃不出来，我那啥，我怕那的凉了。你看，你看，那等到那啥吧，等到你大娘好了，好了了，去厂里扎点，待会儿在那吃。那个好吃。刚出锅的。对，刚出锅那好吃。一开始我想，我说再给你炸吧，要不后来想想，我在那家里以后，又都凉了，俺先到家里先做点饭，做点饭，我说，没给你炸。你惦记你大娘，你大娘没事嘞，你看家身上那么又黑，俺就是晒黑来的。人家一对着亮了，还对亮了又感觉这个。嗯，其实人家我是个背影。哎，不是带着一个那个大姐。我带我也不沾。那带那个不沾，我也带着那不沾线。那还倒霉。嗯。这一会儿我那啥。黑的是健康嘛？就是。就是。嗯。你看，不用垫钱，他没事的。哦，俺能俺来这看看，俺都放心了。要俺要是不来，俺还不放心的哈。